意。呀呀呀呀！十年春，七十把我攻江战。曹刿请见吉祥人曰：露死的谋之，又何见？燕对曰：露死的彼，未能远谋，乃入见。问何以战？公曰：衣食所安，福敢庄也，必以分人。对曰：小刿未变，民服从也。公曰：牺牲玉帛，福敢家也，必以信。对曰：小信未服，身服服也。公曰：小大之欲，虽不能察，必以亲。对曰：忠之属也，可以一战。战者请从。公与之臣战于长勺，公将鼓之。刿曰：未可其人伤鼓。刿曰：可以。其失败绩，公将耻之。刿曰：未可。下士其辙，登士而望之，曰：可以。遂逐其师，即刻公问其故。对曰：夫战勇气也，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伤而竭，彼竭我盈，故克之。夫大国难测也，具有夫焉，五视其者乱，望其其敏。哈哈哈哈哈哈。